再加上你昨天帮了我，所以，我如果真的不管你的话，我可能会变坏，所以我就主动过来找你。谢谢你啊。算了，去那边吧。嗯。你这边，我那边啊。小布，小布。不是，现在是上班时间啊，他去你家干嘛？你之前不是说第一时间他找的人是你吗？可他今天找的人是我。我以总裁的身份征用你部门的员工，帮我完成工作，就这样，挂了。我。你要干嘛？把你的身份还有宝石的来历告诉我，我就放了你的宠物。否则只要我轻轻的一按，你的宠物就会瞬间爆炸，永远救不回来了。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？